贾乃亮发长文记述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，网友们在同情的同时不禁纷纷猜测两人到底会不会离婚。虽然说是东北男人火爆脾气，但贾乃亮明显就是心特软的那种男人，如果离了贾乃亮基本争取不到孩子，也不会特别狠心的争，再加上前妻双方父母劝，感觉也有可能离不了。但也有网友觉得他发声明就是报复李小璐，跟他撕破脸了，不离婚干嘛？而且就算他不离，李小璐也会离呀，本来就不爱了，这个声明还坐实出轨，两个人以后还怎么过？细数娱乐圈婚内出轨或被出轨的人也不在少数，好像女明星中男方出轨后坚决离婚的很少，其中张雨绮算是最干脆的了吧。2014年9月10日王全安因涉嫌卖淫嫖娼被警方拘留审查，在平安北京公布的案件细节里还写道，警方进一步工作还查明王某某于8、9、10日连续三次嫖娼，其中9日他同时与两名女子进行卖淫嫖娼活动。9月15日晚，张雨绮在微博回应称心情很复杂，相信执法部门会有公正的处理，事件对家庭的影响两人会共同承担。然而自此两人的婚姻基本走到了尽头，然后很快就传来了离婚的消息，老婆出轨坚决离婚的好像也就各与澄庆。张雨绮与澄庆都是狮子座，我大狮子座这脾气啊，哈哈。伊能静跟与澄庆家境悬殊，婆婆看不起伊能静，谈恋爱8年婆家都不认可，婚后婆家不跟她娘家人来往，伊刚搬进余家的时候只有几个抽屉放自己的东西，小姑楼上楼下住着，婆婆背后会跟张孝燕等好友说她坏话，而与澄庆是出了名的孝子妈宝，婚姻处境可想而知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出轨也是事实，伊能静被曝牵手门之后，两人很快就离说，钟丽缇也算一个，钟丽缇在考拉刚出生没多久2个月男方出轨所以就离婚了，想想钟丽缇这种身材性格老公都能出轨，看来这都是运气问题，差点把宝宝忘了，这个就不用多说了。宝强马蓉离婚长期占据热搜头条，早就人尽皆知了，感觉老婆出轨的基本都离了，与澄庆王宝强摆百合，也许过几天就会加个贾乃亮。